各位堅鳥網的讀者大家好，我是立法會議員鄭永信。大家呢登記了5000元電子消費券未呢？我相信呢大部分市民呢已經登記了，而呢在8月1日呢就正式呢是會發放呢第一期的電子消費券的。大家有沒有想過呢怎樣可以善用這個電子消費券呢？相信今天呢有一個推薦，就是呢油尖旺購物節了。其實在疫情和黑暴過去2年的肆虐，對於很多在油尖旺區的基層的販商、小店生意都大受影響的。所以油尖旺區16條街的販商和街市就聯合進行了一個油尖旺購物節的推廣。其實很好處的，大家只要是在那裡排檔或者街市消費滿100元，那就有一張的抽獎券，又或者你打了疫苗或者用電子消費又會多一張抽獎券。獎品據我理解非常非常豐富的，所以又可以用到電子消費券，又可以有額外的機會是獲得獎品，是相得益彰的，希望大家都可以考慮參加。其實呢在香港過去呢一段時間呢面對這麼大的挑戰和困難呢，我們自己呢都很希望這麼多位市民呢我們一起齊心支持我們本土的消費，讓到我們的經濟呢能夠重新起飛。當然啦，大家記得了，如果未打疫苗呢記得去打疫苗，讓到我們呢也都可以盡快通關。最後呢祝大家呢個個都身體健康。